《大秦帝国》第五部《铁血文明》第二章《大绝精水》。李斯忙，郑国忙，偌大一座幕府，整日只有几个司马坐镇。老哥哥，事体如何？深夜回营，李斯总要凑过来问一句：“只要你老兄弟不出事，错不了。” 户口几时能打通？十月开打。郑国只要一靠榻，准定呼噜一声睡了过去。烛光之下，李斯惊讶的发现，郑国的满头白发没有了，不是白发，渐渐又变黑了。虽说黝黑枯瘦，一脸风尘，可分明结实了，年轻了许多。 李斯感愧一阵，本想沐浴更衣之后再看看郑国赶制出来的羊皮施工图，可刚刚走到后帐入口，便一步软倒在地，呼噜了过去。二，雪原大险，户口奇观。启耕大典之后，年轻的秦王决意到泾水河渠亲自看看。 自泾水河渠重新上马，秋冬两季，嬴政的王车一直昼夜不息地飞转着。嬴政的行动人马异常精干，一个王婉，一个赵高，一支包括了三十名各属大吏、二十名飞骑信使的百人马队。王婉与他同乘驷马王车，其余人一律轻装快马，哪里有事到哪里，立即绝世立下王书。 之后，风一般卷去。嬴政的想法与李斯不谋而合。泾水河渠一日不完工，便不能叫一个火星在秦国燃烧起来。嬴政的第一步是化解山东六国的攻秦图谋。逐客令之前，君臣们原本已经在蓝田大营谋划,划好了进兵方略。那时候的目标是预防六国借大汉机警趁乱攻秦。 可大军刚刚开出函谷关，却突然生出了谁也无法预料的逐客令事件。逐客令一出，形势利变，原本已经悄无声息的山东六国顿时鼓噪起来。特使穿梭般往来密谋，要趁机重新发动六国合纵，其中主力便是实力最强的赵国与魏国。而此时的秦军，则由于后方官署瘫痪，整个粮草辎重的输送。 时断时续，不顺畅。驻扎在函谷关外不动了。如今逐客令已经废除，却又出现了泾水河渠大上马的新局面，粮草输送依然不畅。当此之时，大军究竟应该如何震慑山东？军中大将们一时举棋不定了。年轻的秦王来到关外大营，与桓、和、王翦、蒙恬一般大将连续商讨一昼夜。 终于定出了对付山东六国的方略，两路进兵，猛攻赵魏，使山东六国联兵攻秦的密谋胎死腹中。最后，嬴政给了大将们一个最大的惊喜：三月之内，本王亲自督导粮草。事实是，仅仅九十两个月，年轻的秦王便将大军所需的半年粮草全部运到了河东战地。秦王的办法是。 从民力富裕的泾水河渠紧急调来二十万民力，同样的以军粮拨付民工口粮，车拉担挑，昼夜运粮，硬是挤出了一个月时间。军粮妥当，嬴政立即马不停蹄的巡视关中各县。此时关中民力全部压上泾水，县城村落之中，除了病人与实在不能走动的老弱。 真正是十室九空。当此之时，嬴政所要督查的只有两件大事：第一件，各县留守官吏是否及时足量地给留居老弱病人分发了河渠粮；各县有无饿死人的恶政发生。第二件，留守县尉是否谨慎巡查，有没有流民倒扣，趁机掳掠虚空村落的恶例。巡查之间。 年轻的秦王接连得到河东战报，王翦将兵猛攻魏国北部，连下邺地九城；桓河、蒙恬将兵突袭赵国平阳，一举斩首赵军十万，击杀大将护哲。两战大捷，中原震撼，楚、燕、齐三国的援兵中途退回，韩国惶恐万状的收缩兵力。 六国联兵攻秦之谋也已烟消云散。嬴政接报，立即下书将蒙恬调回镇守咸阳，自己则带着马队直奔了北方的九原。冰天雪地之时，巡视北部边境，王婉是极力反对的。王婉的理由只有一个：此时要害在关中，北边无事。 轻车简从，驰驱千里，其间危险实在难料。可年轻的秦王却说：“河曲已经三月无事，足见李斯统众有方。目下急务恰恰是上郡九原，北边不安，秦国何安？嬴政也是骑士，危险个甚来？”王婉大事不安。 途中派出信使急告蒙恬，请蒙恬火速前来，务必劝阻秦王放弃北上。蒙恬接信，立即带领一个百人飞骑马队，昼夜兼程，一路赶到北地郡，才追上了秦王马队。蒙恬只有一句话：“兼请秦王回咸阳镇国，臣代秦王北上九原。”年轻的秦王一笑：“蒙恬，你只说九原该不该去。” 匈奴的春季大略，该不该事先布防？蒙恬断然点头。该，臣熟知匈奴。老单于若探知关中忙于水利不能分身，完全有可能野心大发。若再与诸胡联手来春南下，便是大险。嬴政听罢，断然一挥手：“好，那你便回去。对匈奴，我比你更熟。” 说罢，一跺脚，赵高驾驭的驷马王车已哗啷啷飞了出去。蒙恬、王绾谁都知道这个年轻秦王的强毅果决，事已至此，甚话都不能说了。蒙恬只有连夜再赶回去，王绾只有全副身心应对北巡了。这一去，事情倒是顺利，秦王将所有设边地方官全部召到九原郡。 当场议定了粮草接应之法，下令北地郡必须在开春之前输送一万斛军粮进入九原，又特许边军仿效赵国李牧之法，与胡人相互通商，自筹燕麦、马匹、牛羊充作军用。在一排大辽炉烤得热烘烘的幕府大厅，嬴政拍案申明宗旨：诸位，总归一句话。 边军粮草不济，本王罪责；边军来春抗不住匈奴南下，边军罪责。何事不能决？当场说话。大将们自然也知道秦国腹地吃紧，满听一声昂昂老士，救救老秦，共赴国难。五万秦军铁骑得知秦王亲自主持九原朝会，解决粮草辎重，又得知。 关中大上河渠，父老家人吃喝不愁，不禁大是振奋。因腹地大旱对军心生出的种种滋扰，立即烟消云散。等到年轻的秦王离开九原南下时，秦军将士已经是嗷嗷叫，人人求战了。可是，回来的路上却出事了。跟随嬴政的马队。 无论是五十名铁鹰骑士，还是五十名大力信使，一律是每人两匹马轮换。饶是如此，还是每每跟不上那辆飓风一般的四马王车。每到一处驿站，总有几名骑士留下脚力不济的匹马，重新换上生力马。可拉那辆王车的四匹马，却是千锤百炼、相互配合的天衣无缝的雄俊名马，换无可换。 只有天天奔驰。虽然赵高是极其罕见的驾车驯马良工，也不得不分外伤心。一有空隙，便小心翼翼地侍奉这四匹良马，比谁都歇息的少。从九原回来的时候，少年英发的赵高已经干瘦黝黑的成了铁杆猴子。嬴政也知道王车驷马无可替代，回城时吩咐下来，每日只行三百里。 其余时间一律宿营养马。战国长途行军的常态是，步骑混编的大军日行八十里到一百里，单一骑兵日行二百里到三百里。对于嬴政这支精悍的只有一百零三人的王车马队而言，只要不是地形异常，日行七八百里当是常态。如今日行三百里，实在是很轻松的了。如此三五日。 南下到关中北部的甘泉，一场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飘了下来。东汉逢大雪，整个车马队高兴的手舞足蹈，连喊“秦王万岁，丰年万岁”。可是大雪茫茫，天地混沌，山间道路一抹平，没有了一个坑坑洼洼，行军便大大为难了。赵高吓得不敢上路，力主雪停了再走。 年轻的秦王哈哈大笑，走，至多掉到雪窝子，怕甚？王婉心知不能说服秦王，亲自带了十个精干骑士在前边探路，用干枯的树枝插出两边标志，树枝中间算是车道。如此行得一日，倒也平安无事。第二日上路，如法炮制，可谁也没想到，正午时分。 正在安然行进的青铜王车猛然一颠，车马轰然下陷。正在呼噜酣睡的秦王猛然被颠出车外，重重摔在了大雪覆盖的岩石上。赵高尖声大叫，拢住受惊窜跳、嘶鸣不已的四匹名马，一滩尿水已经流到了脚下。王婉闻声飞扑过去，正要扶起秦王，一身鲜血的嬴政已经踉跄着自己站了起来。 砍慎，没事，收拾车马。嬴政笑着一挥手，万分惊愕的骑士们这才清醒过来。除了给秦王处置伤口的随行太医，全部下马奔过来抢救王车明马。及至将积雪清开，所有骑士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原来，这是一段被山水冲垮的山道，两边堪堪过人，中间。 却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森森大洞，要不是这辆王车特别长大，车身又是青铜整体铸造，车辕、车尾、车轴恰恰卡住了大洞四边，整个王车无疑已经被地洞吞没了。赵高瞄的一眼，一句话没说，便软倒了。天佑秦王，秦王万岁！ 马队骑士们热泪纵横的呼喊着，齐刷刷跪在了嬴政面前。年轻的秦王走过来，打量着风雪呼啸翻飞的路洞，揶揄的笑了：“上天也是不想叫嬴政死，吓人作甚？将我的小高子连尿都吓出来了，真是！”君上，瑟瑟颤抖的赵高终于一声哭喊了出来。 又不怨你，哭甚！起来上路。君上不能走，小高子怕死。马惊歇三日，再走。小高子背君上。你这小子，谁说坐车了？君上有伤，不坐车不能走啊。嬴政脸色顿时一沉。老秦人谁不打仗，谁不负伤？ 我有伤，便不能走路。王婉过来低声劝阻：“君上，北巡已经完毕，没有急事，还是谨慎为是。”嬴政沉着脸：“谁说没有急事？”赵高知道不能改变秦王，挺身站起，大步过来，一弓腰要背嬴政上身。嬴政勃然变色，一把推开赵高，马鞭一挥，断然下令。 全都牵马步行，日行八十里，走。王婉、赵高还在愣着，嬴政已经拽起一根插在雪地上的枯枝，探着雪地，径自大步去了。正月末，秦王马队穿过一个又一个冷清清、没有了社火的村庄，艰难的进入了关中。蒙恬得报迎来的那个晚上，嬴政终于病倒了，回到咸阳。 太医令带着三名老太医给嬴政做了仔细诊治，断定外伤无事，因剧烈碰撞而淤积体内的淤血却需要缓慢疏散。老太医说：“要不是厚血裹着山石，肋骨没有损伤，这一撞便是大险了。”如此一来，整整一个月，嬴政日日都被太医盯着服药，虽说也没误每日处置公文。 却不能四处走动，烦躁郁闷的见了老太医与药中，便是脸色阴沉。此刻嬴政最大的心事是泾水河渠的进境，虽然明知李斯不报便是顺利，始终是忧心忡忡，轻松不起来。毕竟他从来没有上过泾水，这道被郑国李斯以及所有经济大臣看作秦国富裕根基的河渠，究竟有多大铺排？ 修成后能有多大效益？他始终没有一个眼见的底子，不亲自踏勘，总觉心下不实。按照李斯原先的谋划，秦王要务是稳定大局，至于河渠，只要在行水大典时驾临便行了，其余时日无需巡视。嬴政知道李斯之所以不要他巡视河渠，也是一片苦心，一则是李斯体察他太忙。 不想使他忧心河渠，二则是他要去巡视，便会有诸多额外的铺排滋扰，反倒对工期不利。可是反复思忖，嬴政还是下了决断：行水大典之前一定要去泾水。三月初的启耕大典一过，嬴政立即秘密下令，轻车简从，直奔泾水河渠。 王绾操持行程，要派出快马信使知会李斯。嬴政却说：“不用惊动任何人，碰上碰不上，听其自然。要紧的是自家看。”王绾一思忖，此行在秦国腹地，各方容易照应，也不再坚持。调集好经常跟随巡视的原班人马，王绾将行期定在了三月初九北上。临行之时。 嬴政还是嫌人马太多太招摇，下令只要王婉、赵高并五名铁鹰骑士跟随，不成王车，全部骑马。王婉心下忐忑，却不能执拗，只好吩咐一名留下的骑士飞报咸阳令蒙恬相机接应，这才匆忙上马去追秦王一行。清晨，八骑小马队出了咸阳北门，一上北板。 放马飞驰，大约半个多时辰，便看见了清亮澄澈的滔滔泾水。顺着泾水河道向西北上游走马前行，一个多时辰后，泾水的原坡河段便告完结，进入了苍苍莽莽的山林上游。王婉指点说：“泾水东岸伫立的那一道青山便是中山，中山东路是户口工地，山林河谷崎岖难行。” 嬴政吩咐留下马匹，由一名骑士照看，其余六人跟他徒步上山。嬴政此来早有准备，一身骑士软甲，一口精铁长剑，一根特制马鞭，没有穿招人耳目又容易牵绊脚步的斗篷，几乎与同行骑士没有显然区别。一路上山，长剑拨打荆棘灌木寻路。 马鞭时而甩上树干借借力，不用赵高搭手，走得清洁利落。片刻上到半山，林木中现出一大片帐篷营地，飘着几面黑乎乎、脏兮兮的旗帜，空荡荡难觅人影。穿营走的一段，才见五七个老人在几座土灶前忙碌造饭，林中弥漫出阵阵烟雾，有一股呛人的奇特味道。 王婉过去向一个老人询问，老人说：“这里是户口山背后，上到山顶便能下到户口峡谷。营地是陈仓县的一个千人营，活计是留守照应，早已经打通的饮水口。烟雾嘛，你上去一看，自然知道。当下说不清。”老人呵呵笑的一阵，自顾忙碌去了。怪。 酸兮兮，烟沉沉，酿酒吗？赵高嚷嚷着：“走，上去看。”嬴政大步上山。《大秦帝国之铁血文明》第二章《大绝精水》，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期我们再见。